藏裏面有很多道不同的門，我們叫心坊，而這個位置就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心坊，就是叫二尖坊。這道門會開和合，來避免一些血就掉回頭流行，即是俗稱倒流。如果有一些病人的心臟心坊有退化，那個道門就閂埋，就會變成他道門有一部分會走上去，這樣會形成病人有不同程度的症狀，包括氣喘、腳腫，包括有時突然之間會心臟急性心臟病發和急性心臟衰竭。開一個小的傷口，找到病人心臟的心尖這個位置，然後我們就可以將這個儀器就直接穿入心尖那裡，然後打開，經過一些導航，就是林醫生就好像我的導航員一樣，幫我用一個食道超聲波，以及本身這個儀器有一些的信號，可以幫我們導航看看可不可以去咬住了我們需要去修補這個人工筋腱的位置。